早安，我们记者队呢，再过几分钟就要正式开始啦。那么先请各位记者朋友们先行入座。那待会呢，我们会一一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高雄动力双城电影节。
我们有半年以上的观光季，就是因为天后的帮忙，风调雨顺，阳光非常的温煦，跟我们的所有的凤山人一样，非常的友善热情。那用这种方式来欢迎全高雄市、全台湾以及国内外的观光客，在十月十二的时阵来高雄凤山铁佗。感谢各位，多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刘副市长，谢谢。那么接下来要邀请到的是我们民政局最美丽的局长曾姿文曾局长，好，下面来我们说说话，来欢迎最美丽的曾局长。好，谢谢主持人。有时候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说民政局最美丽的局长，因为民政局的局长只有一个哈、哦。谢谢啊，非常感谢哈、哦、啊，刚刚谢谢，非常谢谢我们刘副市长哈。哦，那莅临我们这个记者会哈，来帮我们凤山行销咱凤山一年一度的大事哈，就是咱的凤翼双城会哈。那今日在场的贵宾，贵宾非常的多哈。首先，我要感谢咱在场所有的咱的寺庙的负责人，该拜托恁站起来一下好吗？我要借大家的手哈，甲阮这寺庙负责人甲我拍一个抱啊，多谢恁。哦，谢谢你们哦，因为哈，咱今年咱的凤山，我们这些凤山，我们寺庙的二十间寺庙的参与，那我们今年呢，特别又跟我们的左营一样，咱组成一个委员会，所以咱这寺庙的负责人呢，在这摆的活动内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多谢您。另外就是多谢咱在地，咱所有的里长吼，啊，咱的里长、会长所率领咱凤山所有的里长。那我想一个活动会成功也袂成功，主要就是看咱地方有支持也无支持，所以我嘛要多谢咱的里长。那另外呢，今日看到咱凤山区遮尔啊侪议员出席，就知影咱在地的议员有偌尼啊关心咱地方的活动，包括咱的张汉忠张议员、咱严小金严议员、咱陈翠鸾陈议员，以及咱徐荣炎徐议员、李雅静李议员，以及较拄仔倒来吼，啊，搁有咱的陈伟文陈议员，以及咱的苏延成苏议员吼。咱只要凤山地区拿来办活动，我们的议员一定在到场支持哈。所以这摆凤翼双城会嘛，要请咱的议员给咱大力支持哈。那让咱的活动会当非常的成功。那另外就是咱在地算出来的，咱的许志杰许委员，谢谢你哈。那对我们凤山的这个过去，我们凤山市长，那当然在担任委员以后，对我们地方的活动还是非常的支持哈。那我想今天市府团队除了我以外，啊，各有咱凤山区公所我们的王家东王区长、吴淑慧吴副区长所率领的我们的区公所的团队，以及咱的左营区公所胡俊雄胡区长哈，他到了左营之后呢，啊，这个对于我们万年祭的办理跟我们凤山的连结哈更为重视哈。那我想今天啊，咱特别经伫这个所在来办咱的记者会，有它特别的意义，所以我要伫遮，因为天气非常的热，所以我要甲大家讲一声抱歉，因为这天气遮尔啊热吼，坐伫遮安尼推荐咱的这个活动吼。那为什么也选伫遮？因为咱的东边门以及咱的古桥有220年以上的这个历史哈，卡多阿许志觉许委员讲讲，这个东边门，东边门哈，这个所在就是过去屏东，因为未来到咱凤山的位家来哈，所以我想今天要非常谢谢各位来宾，拍摄好恁伫遮尔啊热的所在办这个记者会，因为这个对我们凤山而言，它有非常古老的记忆在这里哈。那咱伫遮要推销咱今年这次诶凤翼双城会，大家都知道县市合一并以后，我们市长对于这个双城会我们非常的重视，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个传承的意义哈。左营的万年祭已经是第13年，那我们的凤翼双城会已经是第4个年头哈。那所以咱这个双城会呢，有一个传承的，从凤山的啊这个旧城古诶不遮阳的古城来到咱凤山的新城。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又制作了一个跟咱的花师北大家的红红哈。那我们今年非常谢谢我们的寺庙哈的协助，那我们今年会有一个很盛大的这个火师凤凰这个双城会的仪式，所以啊，今年的活动我们希望能够更办出我们凤山的特色。有一只遮尔啊大只的红红，所以咱今日讲我们就是凤山亮。
亮凤凰，就是咱的凤凰，会让咱的凤山吼亮起来吼。那这个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重头戏，但是咱们办这个活动哈，当然免不了的就是我们在地的特色的部分。其实我们凤山成为一个新城，其实咱有很重要的古迹和历史的家，所以尤其是咱延续着我们曹公郡哈，还有我们的米食文化。那今年我们凤山区公所非常的努力哈，希望让我们整个这个凤翼双城会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办得比去年更好哈。那我刚看到刘德林刘议员，也谢谢刘议员哈到现场来关心，谢谢。好，那我想今天这个记者会，我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记者会的举办，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凤翼双城会即将在10月12号、13号两天。那这两天呢，当然包括咱的灰山，包括咱的灰山来到咱的红山，跟咱红山的凤凰哈，也当双城会。那我也谢谢各位的参与，希望这一次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多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局长。好，谢谢。那么刚刚有讲到还有一位神秘嘉宾还没有来介绍哈，因为我们来到凤山啊，哎，咱在地有什么好吃好耍的吼，一定要请这一位神秘来宾来好好的来做介绍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凤山区区长王家东王区长。欢迎凤山城，耶，祝福咱大家平安大出名，凤凰飞入凤山城，祝咱大家幸福平安大出名。凤山城过来者，欢迎区长。我走了十几公里的路哈，特别把我们凤山的特色哈，咱的赤沙鬼哈，特别赶来咱的现场哈，来请咱所有的今仔日的贵宾呐，好，感谢大家。今仔日咱所有足侪贵宾哈，来参与咱凤翼双城会哈，来去佳会哈。好，来，那除了呢，刚刚吼在做党吼区长，是，连体党，不过咱红山在地这个赤山鬼，啊，咱介绍一下，来，这个我来这边好了，来，好好介绍这个活动哈，坐在这边，凤山亮亮凤凰，除了有这个卡替背游凤山之外呢，另外最重要的哈、像是这个神佛绕境啊，护佑凤山。哦，即个咱凤山有20间的这个庙宇哈来参悟，所以咱今麦来好好来介绍咱这些这个庙宇哈，有咱凤山天公庙，咱占座所有的活动的这服装，来啊，是不是？咱得来教好不好？来，我唱到名的这个庙宇呢，我们直接就到这边来，好不好？好，另外呢，我们双慈亭赞助毛巾跟帽子，来欢迎双慈亭的代表，我们直接就到我们区长这边，那我们一起来隆重的介绍我们这一次的高雄凤翼双城会的活动。另外还有雷埔大江公庙以及仙公庙，大家来，来欢迎哈，来收尾给我们来待定哈，来还有我们城隍庙以及文衡殿。新富寺、龙成宫，还有北极殿、幻善堂、凤山代天府，还有宝兴宫，以及开张圣王庙、协善新德堂，然后北辰宫、镇安宫、龙山寺、福德宫，还有凤德三子亭，还有慈福宫呢，这个啊出动这个新丢啊哈，阿甘定陶以及义格车来赞助这一次的全区绕境。好，来我们所请所有的这个寺庙的代表来，哇，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来红山哈，来看这个霸凌的这个阵仗啊，一起跟这个亮凤凰来迎接左营火狮。好，来，咱是不是很多朋友跟咱这个寺庙代表啊，拍一下破声哦，耶，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为咱凤山的哈，尽一份力。好，那区长，是。咱凤山有名就是个赤山鬼，对不对？啊，咱这届啊，咱的凤凰啊，要跟咱这灰狮相会，对不？啊，灰狮是咱遮影，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左营区的区长胡区长？
支持人到台前来，我们有一个自证的仪式。哎，这个左营区呢，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灰塞饼。行，那我们凤山区最特有特色的就是这个下刷柜。哎，好，好，那么目前现场还有我们林婉容林议员到现场来，欢迎您。好，欢迎，欢迎。好，来，那我们要来做一个自证仪式。来，我们凤山区区长把这个下刷柜送给我们左营区的胡区长来。我们请媒体朋友们拍个照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活动当中的一个重点哦。我们凤山的凤凰要跟左营的灰塞，来在凤山古城来进行这个相会的一个动作哦。好 ，OK， 谢谢，谢谢。好，那凤山的凤凰呢，跟我们左营的火狮啊，是在10月13号中午呢，会在五甲的龙成宫来相会哈。好，那么接下来。这么多的这个精彩的活动呢，请大家务必呢10月12号、13号要来参加我们高雄凤翼双城会的活动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庙宇，还有我们的凤凰们呢，我们先行入座。那请我们区长留步，我们要来进行，来大家呢，现在眼睛请往我们主持人这边看，尤家大姐要来亲自做示范。哦，来来来，阿边阿走边阿走。李纨，李纨，好，那个慧文，李纨，慧文，李纨，哎，陈慧文，陈议员，来，我们是不是也来到这边来哈？一起一起，特给了哈，哎，几两几半，刚请才没耍哈。好，来，我们怎么做？来，大姐告诉我们。哎呀，叫去，陪慧安，叫去陪阿姑婆哈，有看到哈？然后。哎，这把是婆啊，这把是婆啊，这把没阿大姐走，大姐不爱走。塞进去，然后把它包好，慢慢的包，行。要到中间来示范哎，会挡到你们啦、啊，没关系，不要紧不要紧，阿志来阿志来阿志，五号五号五号你好，来来来来来，哎、欸，大家问政啊，为市民着想很厉害，可是做安姑贵得一干哈。哦，哎呦，局长，你是罗饭团吗？但很棒，很棒。很厉害哦，副市长也做好了。好，我们许志杰、许立伟，有几名？好，好来，哎、欸，咱包好哈，咱先摕起来好不好？摕一下相的好不好？来，来，好来，来来来，我们包好的要先给大家看一下哦，哈，来，给我们媒体朋友拍一下，投手投手。哎、欸，我们是不是丢球了？好，是的，好好，姐，你有空吗？我们副市长啊，还有区长、议员做了这个安姑柜。哎、欸，来，好，来，来来来，快快来！来挖宝哎！来给大家拍一下哈，来。好。OK 吗？好，那接下来大姐来，阿宝后啊呢，阿来呢？就用力的压下去，没关系，不要用力压，但是不要压很大哦，用力的压就好，用力的压，压下这样子一个模型。哎、欸，没用这个头那种，还是轻轻拉来对。我那边也是，这边拍袂出来啊。好来，好。哎、欸，阿蛋，阿蛋，你就拍袂出来啊。哎、欸，轻轻来，轻轻来，个壳。哎呀，蛋你都这个拍袂出来啊。大家问政很厉害，要做很多七手八脚哈。慢点说啊！不要紧，不要紧，慢点说啊！不要紧，耐心，快点，快点，快点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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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慢一点，系，压呢度啊，嘿，好，来啊，我们要，压呢度啊，压呢度，耐心啃嘞，耐心啃嘞，耐心啃嘞，啊，我们要敲三下哦，哈，因为这三下有这个意义的哦，哈。我们先往右边敲一下，来。又敲一下，康姐，起出神佛护佑凤山城。接下来左边敲一下，左敲一下，起出富贵吉祥坐回来。好，最后向下敲，象征凤凰飞入凤山城。就来讲嘞，板书先登大聪明，凤山亮亮凤凰，2013高
高雄共益双城会活动，我们正式开始。大家可以看到东边门后面呢，有我们这个很特别的亮凤凰印象气球呢，缓缓升空。慢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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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游啊！哎呦，有啦，有得了，哎，阿弟得了。一起修路啊！只这个两条。好，来来，叫走出来，哦，走出来。加五，加五，走出来，走出来。加五，加五，来，我走出来，走出来。哇，好，走出来。来来来，啊，我走出来，来，走出来，来，起来，两米台，哎，塑胶可以啊，来这里塞，啊，来这里塞。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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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的我们就拿给我们媒体朋友拍个照。哦，大家都很厉害哦。来个坐起来，来个。好。这两个人买菜，老早失败，今天来老早失败，今天来会唱会唱不好唱，我来唱唱不好唱，不好唱。来，我们看一下，来，我们请副市长、局长、区长来，我们议员及立委，我们看一下镜头。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东边门后方呢，已经有这是亮凤凰的意象气球呢，啊，缓缓升空。那这是一个代表啊，当天呢，我们会在现场有高度宽度3.5米的亮凤凰。好，好嘞，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我们所有的庙宇也到我们后面来，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好不好？咱即个参加咱凤山的活动的二十间庙的主委总干事，来我们的主委，一起来哈，来这会来，这几位来，我们到后面来，我们一起来拍个照。相信有这个神佛的庇佑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一定会大成功。耶，来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还有没有那个庙宇的代表？快来，我们到这边来哈，来。来了，他的两位，当时有注意，来。要比价，来，我们比价，有没有？这个有点像凤凰，这个。啊，凤凰吧，来，我们议员呢，还有我们这个庙宇代表，我们比一个凤凰，对，代表凤山的亮凤凰，凤山亮起来。请大家10月12号、13号来参加我们高雄凤翼双城会。我们现场呢将会有我们凤山的亮凤凰正式亮相。好，谢谢所有的朋友们。